能行吗，哥们儿？没事儿，我紧张。你都是我朋友，你这回扮演归扮演，我不能花钱啊。不让你花，走吧。我到结账时候手机肯定关机。店内，店内。哎，啥？好啊，坐坐坐坐坐。嫂子很漂亮。哥。啊，你给我拿点烟，给我拿烟。啊，都抽啊。给我来一根，给我来一根，我也来一根。我身份有点大，我是你最佳男主角。你们那谁还有槟榔，给我来一个呗。没了，不吃。我来喝杯酒。哎，这是整的。哎，你媳妇对你真好，你这。不是都走了啊？走了哥，走了走吧。这是后门，那个正门走啊都啊。你这，他们站上没接。不好意思，哥们让你破费了啊。你以后少交点这狐朋狗友。我知道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跟你最好了，亲一个来。滚。